两台相距唔够米半。呢一间酒吧店内店外都坐满，几乎每台都有人吸食水烟，大部分人冇戴口罩。负责人话一路都有指示，唔可以喺室内供应水烟，会调查有冇同事失职。本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之中，同酒吧相关嘅系最大嘅感染群组，乐士佛台都有人染疫，但系仍然有唔少人嚟到呢一度吸食水烟。食肆职员话有跟足政府嘅防疫要求。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话，吸食水烟共用同一个烟壶，就算是用独立的吸管和吸嘴，口水都有机会渗入烟雾和胶管，只要其中一人是隐形患者，就有机会传播病毒。即使烟雾入面的病毒没有口水入面那么多，感染风险相对较低，但是市民都不应该掉以轻心。卫生署话，控烟酒办在过去的三年就住违例吸烟发出大约69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或者传票，当中49宗涉及水烟。东望记者陈远彤报道。东望想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，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，快啲下载东望 app， 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 多 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